第四课，这个工作是他帮我介绍的。Lesson 4. He recommended me for this job. 课文一，在教室。Text 1. In the classroom. 生日快乐，这是送给你的。是什么？是一本书吗？对，这本书是我写的。太谢谢你了。New words. 生日快乐给。课文二，在家里。Text 2. At home. 早上有你一个电话。电话是谁打的？不知道，是儿子接的。好，晚上我问一下儿子。New words. 接，晚上，问。课文三，在运动场。Text 3. On the playground. 你喜欢踢足球吗？非常喜欢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踢足球的？我11岁的时候开始踢足球，已经踢了10年了。New words. 非常，开始，已经。课文四，在公司。Text 4. In the company. 你在这儿工作多长时间了？已经2年多了，我是2011年来的。你认识谢先生吗？认识，我们是大学同学。这个工作是他帮我介绍的。New words. 长，两，帮，介绍。